Cheerful. Stressed. Across China, people prepare to face a new day. Confident. Concerned. A day that may be ordinary, or maybe there's a surprise in store. Something new. The same old routine. But what are they really thinking? A Day in Their Lives, Part 2, coming up next on Spectrum Asia.也是在家种地的，然后就车祸就死外面了。我妈在我爸死了第三年改嫁了，然后一直就跟着我爷爷奶奶。技术学到家了，才能把这个往上才能有升职的机会。老是搁这个拿着扳手干活也不行的，是吧？还年轻呢，啊。我想还是管爷爷奶奶吧，他们过得好一点就行了。嗯，不行，每天多惦记我，每天就是吃好喝好，出去溜达溜达，看会儿电视，听会儿戏，放会儿羊，没。其实就这样，然后身体好好的比啥都好。我奶奶就是在我出来出门的第二天，就在是去我们那庙上面给我上香，然后祈福。对，他们就是我最亲的，现在其余的别的都没人了。喂，奶奶吃饭吗？你别吃那个。他说的这个我都知道。这个俺爸呢，我不会学俺爸那里。那你这在家得好好放心，我出来啥样，回去还啥样。那你这先吃饭吧。那我这边挂了。因为现在大部分盲人吧，传统的啊，只有做这个按摩，然后要么就做这个音乐这一块。那么我就对这两块都不感兴趣，那么我就选择了 IT 这个行业。对啊，都不知道哪些漏了。陈静。
没有。产品列表。没有。谁吃饭啦？哎，你们都没带钥匙。我钥匙被旁边收走了。为什么？开始教训起我来了，我靠。今天我在干嘛？要壁炉，想壁炉。我们是非常巧合的在网上认识的，2011年11月11号的那天，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嘛，我的飞机就到了北京，然后他就来接我，非常的陌生，他也很害羞，然后就过来牵着我，他是很在乎我的，这么多年了他就一直坚持的没有放弃，那这从这一点就能看得出来。希望说能够过上这种健全人，就是普通人的生活，有家庭了，有工作了，然后每天上班下班，然后这个节假日啊，就可以一家人出去玩啊，就是非常普通的这种生活。对，非常渴望普通的生活。因为我在想你。刚才说你们三个是同病相怜的，因为我们三个都是妈妈的。他40多天，他家妈妈都走了。他是8岁的时候，他家妈就走了。我是3岁。那一个卖个半张，我是1.6。今天面红都不清晨。我叫祝成宇，7班的。7班祝成宇。嗯，是。那你哪方面需要老师的帮助？我平常也不太喜欢笑，没有什么那些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都不太笑。对，明白了。慢慢坐下去。That's my family. 我的妈，上次是我还在读2年级的时候，假期他回来过一次，问的，一般他就说是这一年来，可是他就好像就没有回来过。嘴巴比较小，鼻梁比较矮一点点，然后眼睛又
都已经都模模糊糊的那种，因为毕竟离开的时间也太久了。来，哦，我二伯娘都送我像我妈，特别是我笑的时候，特别像我妈那种。因为我家的那个门就是镜子做的，我对着镜子看着我，就像看着我的妈一样。我也相信那些人这一年肯定会回来。我第一回骑车骑到那种，不只是崩溃了，你看那个盘山路，嘎，看到那个路在那个上面，哎，骑一下也就在你脚底下了，这种感觉最好。是啊，翻掉翻。你看那天我们可不咋样了，想都不敢想。嗯。咬咬牙还把这过去了。有些时候还是自己要给自己有点压力。啊。是嘛，总要做一两件牛逼的事情啊。老了以后。跟娃娃好吹呀，那个话。我知道，你不是年轻的时候多讲点故事，老了时候多讲点故事。要不然不有吹牛的资本？是了嘛，你跟人家吹了，我天天就是供祝贺解惑。大家都晓得存钱，但是我们要学会存故事。我们在小姨我两个在这个国庆节在乡大街上，我问说旁边一小姐从华涛林直接差有几公里。他说他晓不得，我说你来了多长时间？30年了，就那么十多公里的岔道他都不清楚。我说人有些时候回过头来想得很残忍的。他说再有多少钱，再有多少周边的世界他都不清楚。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，我们有很多宏大的愿望，我觉得很多地方都是人一生必须去一次的地方，我就每年实现一个，每年实现一个，慢慢的往前走，慢慢的吧，一点一点的来。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，也许我们从未成熟，还没能晓得，就快要老了。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，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，无知的索求，羞耻与求救，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，越过山丘。虽然你白头，喋喋不休。明夕何夕？啊，我是裘菊荣，我呢出生于梨园世家。我的爷爷叫裘盛荣，他呢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。
呢是从9岁开始就进入了原行学习京剧艺术，到现在差不多有19年的时间了。德语与王子同舟，梦休悲后喜。所以说，很多人对我要求很多，期待很多。所以说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比较叛逆啊，比较不务正业也好啊，怎么样的？因为我喜欢舞蹈，喜欢音乐，然后就是把京剧的一些元素，然后放在流行音乐里边啊，流行舞蹈里边啊。干嘛呢？起来。怎么回事？不行了。不行了，没有。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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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捡回去。3分钟，再骂人我打你嘴啊！你上台，你京剧，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啊，已经没办法再发扬，因为它已经到头了。这个时代，它不是产京剧的这个时代。有时候我在舞台上唱我爷戏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跟观众没有一个交流。我是经常会想的，就是我到底想做一个就是传承人呢，还是做一名舞者？再问自己，我到底要做什么？再勾点脚面。小点步，没让你存腿，小点步。杨嫂，杨老就是破，他变化很多，他灵感很多，他想法很多，他今天可能这个样，明天就推翻，他后天又一个样子，就是是在我原来那个圈子里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干，干，浑身都十面埋伏了，就把那种感觉哈，是。我想通过我想表达的方式传达中国传统美学。小刚，你把那个刚才那个魔毯那个实验呢，就这个，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做点实验？你觉得我们这个思路这么走啊，我们想传载时空档，你问问题大夫，但是你这边把这个事作为一个主要。我其实担心的是这个门牌画圈了，但不是担心门牌那框是吧？封拿我就到时间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饭就不吃了，都不吃饭了。我们坐到这种水都没喝，今天忘了。今天到枪楼部去，枪楼部做的不好，没给我们喝水。主要还是用我们落后嘛，还能要这么拼。
到你现场来了。我要出现在地方上。我们的人来的。你配合着伺候吧。我来不及。基本上天天都有新要处理的问题。其实我们团队这帮人，他们都有条件去追求更多的物质这些享受啊、些待遇，但大家都很扎实、很踏实的在干。变形摩擦这种。对，你还不敢打，我以为这个是机头上，你还不敢打，这地方有坑。但是我别的没招了，我要是只有这条路的话，我觉得现在看来，咱们大家都还是有对国家的这种大事业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，大家觉得做的很有意思，是在做事业，还是一股爱国的情怀在这里头。我相信这是真的，我们这个团队和我本人都是这样。几十次，有十公里来回，但是这是谁？来啊，谁？当然不认识啊，护士是吧？护士，一个小护士，做到你心了，回去就搞定。如果那个上坡，如果我上不去，我就喊他名字，然后我就上去了。你跟他表白过吗？这没表白过，然后但是那个有那个就是小小暗示一下，然后他说那个有可能就适合做好朋友嘛那种，然后后来就有一段就比较那个没有底气，然后也就没怎么聊天什么，然后但是后来那个他控制不住嘛，对吧？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水弱，然后我想了就是在我认为就是比较那个震撼的方法，然后回去那个希望能够打动他干活。到的，我们会帮你传的，宣传一下。对，回家。我要是有个对象的话，我也像这样，我就这样认。这叫众志成城，知道吗？到家就是了。啊，说不定你到家那天，他说我就在家等，就在你家等着，头一就是了。啊，希望你能有机会能看到这一幕。嫁给我吧。